们好呀，我是巧巧，我又回来了。那我呢，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没有更新视频了，真的很抱歉，表妹。然后呢，那我现在又开始更新视频。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并没有说很忙嘛，如果说是因为忙而没有更新视频的话，那就是我找借口了，只能说是我不知道该更新些什么，然后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内容，就自己很有些迷吧，每天，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大家。那每天看你们呢，就催着我更新啊，还有问我怎么了，有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就感觉很温暖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果然用心陪伴的时候呢，就会很好。以后我会按时更新，正常更新，等等等等。那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好了，就是每当我好朋友生气的时候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我都会跟他讲这个笑话。那就是从前呢，有一根火柴，然后他就走在路上，他在突然间想一个问题，他在那里思考问题，他想呀想呀想呀，一直挠头，一直挠头，就是想不出来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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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然后他就着火了。是不是很好笑？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暂时到这里。我之后会用我的照片，近期照片，去做一个视频，然后跟你们回馈一下。对，那爱你们哟，拜拜！给你们半颗星，还有一半留给我爸妈哦。西瓜视频。